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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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、欸，你这把好像得玩 poke 的、欸，没有什么机会上去 A， 你会被剪破头。可是我这把也不能带刀锋啊，这把带刀锋也很弱、欸。你带这个，我只能说你也点不到几下。但我带刀锋也点不了几下，我根本点不完吧，感觉。其实索拉卡你一等有机会跟他点。那、啊、我的索拉卡一等被露露点破头。只要 Q 的这种索拉卡就很牛。我今天索拉卡上韩国王者，他都不帮我垫刀，我是怎么补兵？微末哎。没事啊，你撑住啊，我快把这个生物敲爆了。好、啊，拿绳子勾我。OK， 上路没踢，压十刀，说啥？压二十刀啊！哎、欸，我怎么可能刚那个没 A 出去？我好丑哦！帮我挡一啊！哇！你不要举报我呢。哎呦，可以哦，换掉。我换两个，换三个吗？是他不帮我挡招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真的要来哎、欸！他一直在那边刷，也没刷到人耶。一刀两刀，很难受。准备爆破，漂亮，赚麻喽！哎、啊，你怎么打三层塔皮了？我三层塔皮，然后压一吸，再加上一个 TP， 输两本。嗯，嚯，嘿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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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单杀，就这。他的英雄联盟非常的优秀。大凯一来就单杀了。大凯来看玩僵尸哦，我这次真的超强了。大凯应该是把狙击枪架在头上。哎，丁义，大凯说你很可怜。大凯每天都会说很可怜。嗯，的确很可怜。我这是大手等级的，说啥？我这还是装甲大手等级的。我不要帮他。哦，运气不错啊，活下来了这个家伙。快点啦，要靠你啦。我很稳啊，你稳住，你稳住。啊，阿里，完了，被阿里给偷偷的宰了。这个卡利斯14分钟110刀，当什么？当时都在玩。他是暴刷、欸。来了来了，要快要快！赛恩的 TP 冲啊！我们先跳来的来的，都以为他枪了中之花。全部没闪喽！后面有 TP， 怎么办？快快快！靠你们扛，我扛。我很扛，我很扛，我还能扛。我帮不了，来打我的僵尸！跑走了，跑走了。亚洲杯比赛奖金将进入汇款流水。他们不分钱呢、欸，他还不分钱呢、欸。你直接按投降了，这么狠哦、喔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投的，不是我投的。那你看第一次卖的多好，为了回馈玩家，他就开始打折了。哦，你可以吗？欸、你可以，漂亮，我可以。这一期热攻，我好强！我还在发育，还在发育。来，我兵已经赢回来了。你赶紧偷发育，你赶紧偷发育。等你三件套，就恶心一下对面。
难度。这样讲完，是我放都会死掉。我都升级了，我都升级了。你是一个合格的凯撒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好，非常好，这个家伙回家了。你有几个尬的这些？我想一下，感觉他现在大概有战斗力单位哦。他现在大概有零点，这应该不是战力单位哦。乱讲，哎，上面打起来喽，感觉会赢的。我回家然后踢过来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还在 poke， 还在 poke。这个愚蠢的家伙在跟我单挑哎，我不知道塞恩有多猛。他是不知道我有多猛啊！没有，棒是我。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！太奇怪，哇！我只能说我是僵尸之王。为什么你的塞恩不会死啊？不是不死的塞恩能算是塞恩吗？确实，我这塞恩感觉很帅在玩的。一刀，两刀，三刀。四刀，五刀，哎，拿塔！我现在很强，我三剑的，我现在很强。哎，你随便破吧，你随便破，随便撞，随便撞，随便撞。哎，他们没有站住中线，你卡好中线，第一块，我在旁边卡稳。啊，在吧？你在一把断三了。你就可以用你那个账号去代挂这个。我站好中了，哎，我好累啊。到底要不要打永劫无间？交给硕哥哥。啊，手有点痛的。他给许大这些双门线没中。有没有可以跟阿Z拍的？Killing Spree。Killing Spree。可是我们韩服也没有精英。我韩服怎么样？有啊，虽然是去年，但有啊。人要往前看。哎，往前看，快！向前进。有了，这掌交得好，真的是往前看。我不会扣血，我根本不会扣血啊，我超硬的。会啦，你是我会扣血。快！我需要你，好像不行嘞，还是等一下。别慌，这个要杀死我还有段距离。哎，这卡片有在送啊！我只能说对面距离杀死我，还有一压秒，压秒了。哎呦，中了！可以。对了，救他！我一万刀打的。我先走了。阿卡丽打亏了，哇！我以为玩到阿的，我想说阿 W 碰不到他啊！我没玩好。狙了吧，那能不狙了吗？狙了吗？我踢过来狙了。狙啦！我忙着过大弯，有料哎、欸！漂亮！啊，这个打野太可怕了，真的。这个打野没 gank 过哎、欸，该不会投降也是他？这打野没 gank 过，这太可怕了。反正塞恩很稳，我塞恩跟我盲王就是闷脚啊。他怎么断线的？验证已经过期，什么意思？知道该不会记了吗？不会记了吧？已经过，没有。我今天挂机挂很久之后也是那样啊。欸，我伤害全场最高欸。欸，不会记了吧？真的假的啦？平常分锁这么低吗？哇！什么？你被锁了？被锁了？被停权嘞、欸？酷啊！锦硕被锁了。锦硕被停权的、欸。他的小号被停权了，真的假的啦？嘿嘿，按订阅，快订阅！大家记得点赞、按订阅啊！